这是我们鱼耕田鱼菜共生农场的芹菜，因为整个生态系统中有鱼，不能使用农药，我们的蔬菜非常安全。我们的芹菜生长在食品级的泡沫板上，大家看看有非常漂亮的水生根。我们配送芹菜时会带着这个水生根，你不用担心假冒的问题。芹菜我们建议跟牛肉一起炒食或者是凉拌，然后这个叶子建议不要扔，它的芹菜味非常浓郁，尝一尝。嗯，好吃。